这个房子呢，是你看他们虽然是工厂，但是你看这个折角哦，你看很漂亮哦，然后这个角度呢都要折一下哦。那其实呢，老师跟大家讲哦，日本式的房子呢，其实日本人在盖这些房子，他们都是标榜使用多少年，房子有期限，他们要用多少年？10年，还有呢？20年，100，哎，谁讲100？我，很好哦。日本的呢，他们在标榜使用的那个建筑哦，他们都标榜使用100年哦，所以他们的桥哦都很坚固哦，甚至还有房子也都很坚固哦。你看花莲民国40年有发生一个很大地震哦，房子都倒掉了哦。你看他们虽然也是有损毁哦，但是你看这个房子都还是这样屹立不摇，非常的坚固哦。然后很多现在的公家单位啊，他们在敲房子的时候都敲不坏。他们就说哦，怎么那么难敲这样哦？所以日本的建筑啊，他们都非常的坚固哦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他们的宿舍哦。其实日本在规划之中呢，他们除了工厂，他们也会有很多的福利，例如说有这个宿舍哦。那宿舍哦，他们就是大部分都是双拼的。什么叫双拼？两间合在一起，然后这些人是提供给员工住的小家庭，然后你看这后面呢，这是什么？防空洞哦，防空塔，你看都设计很好哦。那现在他这个房子把它整修好之后呢，现在是变什么？变是民宿哦，变是一个旅馆哦。那你看观光客来哦，你就可以住在这边体验一下哦，好像还有哦。哦，这现在你要继续要收费了吼。好，这个呢，机枪堡，我们说在打战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阿兵哥啦，他们都要躲在这里面。好，要躲，然后这里有洞，这是干嘛的？放机枪的，没错。哦，然后这上面呢，你看有洞。哦，这个洞呢，哦，其实说真的，我也在怀疑说，这个会不会是之前打战的时候那个噔噔噔噔噔扫下来？哦，那不过这个还要再求证一下哦。你进去过？啊，里面怎么样？都是死的，脏的，黑黑的，脏脏的哦。哦，还有蜘蛛哦。来，老师要跟大家讲一下哦。下一次你们来到这边呢，如果你一个人的话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乱进去。尤其像这个机箱堡里面哦，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晓得。哎，各位蛇最喜欢在哪里？黑黑暗暗的地方哦，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蛇？可能有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你进去哦，哎，蛇看到了你，它以为你要攻击它，它就会咬你哦，所以要小心哦。还有像刚刚这个防空壕，能不能进去？不行哦，因为它没有整理哦。那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不晓得哦，所以里面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哦，千万哎不要乱进去，除非说。那边的管理人员说：“哎，可以来参观哦。像松园水管有一个防空洞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进去参观，可以里面他有整理。这个没有整理，哦，就千万不要进去哦，安全很重要哦。还有，来，你看，哇，当时花莲的101哦，我们知道101在台北很高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现在花莲哪里？我们旁边有没有麦当劳？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工地在盖？有没有很高？哦。”大概几层？21哦，22。其实22层楼已经在花莲也算很高了哦。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一张，这个大概是民国50几年那个时候的照片哦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你看花莲呢，有没有很多高楼？好大哦。没有。你看这个呢，这个烟囱就是这一根烟囱，有没有很高？有没有很高？很高哦，这是从中烈石哦，中烈石上面看下去，哇，你看就看到这根烟囱。但是我们现在去那边还看到烟囱吗？看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高了。很多高楼没有，它还在哦。因为高楼大厦啊，大家越盖越高，对不对？你盖10层，它盖20层，它盖30层，对不对？那每一层楼都比它还高，当然就被淹没了嘛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哎，以前的照片可以见证这个哦。以前花莲的101大楼哦，但现在盖都盖很高了哦。然后这有一个笑话哦，老师以前的同学啊，他读民义国小，民义国小在哪里？
在那个后面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学老师说奇怪，为什么每天到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，学生都昏昏欲睡，都这样有点很想睡觉的感觉？就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们这边正在做茧，然后散发出来的味道，学生本人都想睡觉。这又是真的假的？我不晓得，让你再讲哦。好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这是中叶石，哦，花莲的中叶石，然后这下面呢就是美仑溪，哦，那这是以前的上志桥，哦，上志桥，哦，那以前呢这个中叶石是什么？是神社，哦，是神社，哦，那后来现在都改掉了，哦，现在是那匹马还在，哦，是那匹马还在，中叶石的马，哦，好不好？那个马，哦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有奖征答的紧张时刻了。哦，来第一题呢，我们比较简单的哦，未成年的小朋友可以饮酒或买酒吗？来，还没有了，就紧张。来，数到三哦，一、二，你看，三，不可以。如果爸爸说没关系啊，去帮我买酒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，你要怎么讲？我不想。说小朋友对，进去。好啊。啊，你可以偷偷去买酒来喝吗？家里的鸡酒可以喝吗？不行。鸡酒啊，欸，应该是不行。鸡尾酒。但是喝一点的感觉。鸡尾酒。大家量力而为啦，哦。好嘞，谢谢。来，小李。好嘞，第二题。家人喝酒可以开车吗？不。还没有啊，我们的规则，来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四。三。等一下会有一道，过期。那你怎么讲？我不能开车，要跟你。你当然不能开车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开车了，我们坐计程车了。我不要开车，那我来开。好，老爸，你不要开了，我来开。来。好，来第三题，花莲文创园区的前身，来五年级的，好来。花莲文创园区啊，以前就是文创园区吗？来。接下来规矩，来一、二、三，哇！手掌 ，OK。杂兵酒，好来，第四个，花莲酒厂主要制作什么酒？来，规则，来，一、二。好了，这一题，花莲酒厂什么时候搬到美仑现在的位置？好来，我们给这边同学看好这个位置。好来，这边的给你们机会哦，讲授没有关系，好吗？哦，好来，哪一年搬到美仑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不对。1945，看一下我有没有忘记了，准备绿色1938，好来，哦，这边讲到了，哦，民国1947年1948年，好，老师讲好来，找大家来，哪一年搬到美仑现在的位置？来，讲过就看。没有，八年没有。哪一年搬过去？好，民国1947年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那针对今天的这个这样的介绍，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？还是老师你们想知道，还知道想知道什么可以问老师呢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好，来。
来来，还有一个哈，老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这个没有介绍到的哈，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啊，这个做酒要用什么东西做？除了原料以外，还有什么东西？麦，还有呢？除了这些东西原料以外，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。酒精不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水，很好，水从哪里来？山泉水，地下水。好，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。来，哦，其实呢，这个水呢，哦，就是我们旁边已经被我们县长把它盖起来那条溪，叫什么溪？美人溪，不对。沟仔尾，高安尾。哎呦，高安尾那么脏，怎么会用那个水来做酒？很干净，它以前叫什么溪？好，老师跟大家讲，《神隐少女》有没有看过？他是不是在那个有一个河神，他去洗澡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哇，那好脏，好脏啊，对不对？”就会那个谁，小千是把它弄干净，它就变哇，越来越河神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旁边那个被加盖那条溪呢，它叫做红毛溪。红色的红毛哦，毛发的毛，红毛溪。那为什么叫红毛溪？红毛城以前呢，哎，有讲到一个关键字哦。红毛城，好，核心字体。来，老师讲哦，同学讲的没错，我们都讲哪一国人叫长毛呢？荷兰人，还有什么？西班牙人。哦，那传说呢，哦，西班牙人他们在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呢，他们从北部来到我们花莲，然后就从这卡拉位南地那边上来。后来就开始原住民，他就哎，原住民说，是原住民看到那个红头发，就说哇，他们说这个是樱木花道吗？不是的哈，啊，那红头发的，红头发的，哦，关键是红头发的，哦，再过了几百年呢，哦，那个汉人来了，他就是说，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红头发的，红头发的，所以他说哦，原来这条溪叫什么溪？红毛溪。红毛溪哦，所以呢，那就这条溪叫红毛溪。那日本人来之后呢？